争嘛，越清算。这个民进党，我不好讲太难听的话，算了。反正我们要争气，反正哦，他现在做得很不好，民众绝大多数都不喜欢他，不喜欢民进党，也反对了。哦，不要讲女妖，哇，女性这里很多。哎呦，我他做的不好是事实，哎，对，但是你就不是女妖啊，对不对？你就是女性之光，所以我跟各位报告哈，我们不批评女性的啊，总是现在的施政是做得不好，敌力一些也不好，很多什么前瞻呐、啊，什么都一借钱就要借8800亿，再留子孙，真的很不好，他怎么可以？而且都只做那些轻轨啊、车祸的，将来车祸不一定很多。你看水都淹到不得了了，他还不赶快来紧急治水，这个是不对的，他轻重导致的。那我们一定要等现在什么？2018年好好团结一下。虽然高雄是绿色比较厉害的，可是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，现在绿色执政做得不好嘛。我们先设法把高雄赢更多的议员，恢复对议会的主导权，然后如果行的话，连市长也把他赢回来嘛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。